台南市政府为着要来推广台南好米，会当讲是用尽全力。10月25号，伫台南大圆柏举办2019年台南上新的好米粥推广行销活动。今日咱透过交远东宝的合作，希望讲将咱这产地好的米介绍到咱市区，或者乡亲，你无方便去到咱庄开时阵，买当伫咱市区食到咱台南的好米。槟榔小铺赞不赞？赞！咸粿赞不赞？赞！高鼎贵赞不赞？赞！下课。很高兴能来到这个大圆柏哦，来进行了台湾雄七农特产迷雾展。那今天这一期的迷雾是我们的月光米，这个月光米就厉害啦，这个是我们台南16号哦的月光米，不仅是超越一般普通的月光米，因为它有芋头香，而且它可以说是月光米系列中间的旗舰品种，因此呢，我们很乐于把这个农业研发单位他们的一个成果推荐给全国的民众。我们在市场同时啊，邀请到民众做回来品尝台南的优质好米，以及使用台南好米制作的在地特色米食，并且与在场的民众人侪来分享，以着台南16号品尝米制作的米香，提升台南的优质好米以及当特产的知名度。要即将分送给所有在场的来宾，我们谢谢大家，这表情真香，台湾第一。很感谢我们六甲农会、柳营农会以及这个新营农会，还有农改场的朋友们，他们研发出这么好的这个月光米，能够让消费者能够一饱口福。因此呢，在这个借着这个机会，再次推荐给大家。台南月光米，好米正大，正大！台南月光米正大，正大！